们大大难得微服出巡北上的日子，那我妈呢怕她会冷，所以呢特别给她穿了一个很王子，很像动漫的那种。我每次被参加动漫聚会，就是很帅啦。现在呢就前往高铁的路上了哦，我们林金大先生相当的兴奋啊，走走走，哎，不对啊不对啊，等一下，然后他的推车在那边哦，看到一个时尚的女孩走过去，那就是大大要上高铁的推车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拉不住哎，好，去吧，好，让他稍微放风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就要上高铁了。现在在等餐的过程呢，好，我们林金大先生，笑了，太赞，好，不用太多了。然后我们林太太正在，哇，点我们今天的中餐。那林金大先生呢，笑了，在高铁这边笑，刚刚一路走来呢，有几个朋友在那边大喊啾啾，结果呢，我就说你们认错了。他是大大啊，太小只了。好，那大大呢，因为进来活动这个部分呢，从带宠物进来是禁止的，不过呢因为有跟大会申请，所以我们现在先等一下保全人员确认一下呢，我们大大就可以准备我们等一下的见面会了。大大，各位有看到我们现在在出版社的后台，那我们等一下呢就准备了我们林金大先生的那个见面会了。好，我们出发了。不好意思。就是很麻痹的状态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现在这个样子。现在是在进行快闪电闪，你快闪电闪，你怎么有捆？没有，你睡着了、哦。啊，送一根毛的，但拔到后来就没毛，就秃头了。对，直接买了，现场买的哦，直接送了蒜毛，蒜毛给你们了。哎妈，这一场回去大大就秃头了。
橙黄色的。它已经，它的头已经有那个浓浓的味道了。玉米浓汤的味道吗？我闻闻看。很难形容的味道。好的，辛苦辛苦了。不会。大大嘞。大大好棒哦。哎呦，你有。好棒哦。感谢各位的收看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带我们林金大离开现场，然后直接又坐高铁回南部吃妈妈的爱心晚餐了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直播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活动结束呢，这是出发前我妈交代给我的啊，就是呢，只要大大结束的就可以给她吃的东西，这是已经剪好的解压骨呢，还有一些狗饲料啊。那我们大大呢今天得到了犒赏，就是。他最爱的解压骨了，哎呦，送哦，哦，啊，哇，饲料掉下来，啊，让他慢慢吃，慢慢吃，爽哦，爽哦。现在是在我们后台的部分呢，好，那今天大大也辛苦了，结束了他现在目前的，今天的任务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稍微带他出去透个风，我们就准备要再坐高铁回家了，哦 ，OK 啊，大大今天成功哦。我刚忘我啊呢，啊大大，大大，送我大大，大大，你在笑什么？累累哈，大大你今天好棒嘞，你好棒嘞。笑到这样了，也不知道在笑什么。现在是在计程车上的狗笼里啊，现在我是抱着它的，所以 OK， 等一下我们现在准备搭车回家了啊，让大大可以早一点回家吃到妈妈的鲜食晚餐啊。哦，活动结束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南港车站这边。哦，没想到这边呢也是有花灯的哦。好，那这边很多人在玩滑板的。那我们带我们林金大先生呢，等一下，大家走，带我们林金大先生呢来看一下花灯啊，让他自己去跑了。等一下，等等，好吧，去吧。O 型腿好可爱哦。哦，这边刚好有很多的花灯可以参观一下。哦，那我们让大大放个风啊，哦，在台北打个卡。哦。走了，哇！我们林金大先生今天相当的辛苦，啊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晚上回家就是让妈妈给他煮一顿好吃的，啊，那明天呢，他就可以在店里好好休息了，好，走吧。终于到台南了，哦，大大走，我们给林金大一点个人私人的时间呢，哦，让他出来透透气。快点，去跑吧，啊！前面这一片草地呢，为大大所留的，啊，所以啊，舟车劳顿后呢，一下车了，我们林金大先生呢，先打个卡哦，套起来一挂油啊，什么都绑的，啊，然后出来让他透个气一下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要回家了，啊，就是这里是台南高铁站，大大送哦，好，走了，自己去玩吧，去吧，啊，享受你的草地吧，啊，今天真的辛苦了，一看到草地哇，整个精神又来了，拜拜，大大，回家喽，啊，哎呦，大大嘞。看到，哎呦，看到姐姐，看到姐姐先塞呢，啊，妈妈嘞，看到，哎呦，跟多多，啊，哎呦，回家了，哎呦，我们舅舅又在塞呢嘞，啊，退休的舅舅，啊，哎，你敢给他代替你出征呢，哈，啊，多多嘞，多多，咆哮哥，哇，大大真的太嗨了，好嗨哦，啊，哎呦。每个都要，大大来，还有阿九，九，大哥，大大，快点，哎呦，好棒，开心啊，哎呦，我们咆哮一哥嘛在塞奶呢，嗯。
嗯，那这还要啊，那这还得做波赢嘞。你要那边，阿诺呢？拢你的，拢你的，拢你的。哈哈，你才是主角呢，阿林囝囝仔帮你帮你去见面会呢。哈哈哈。哎呦，我大大还没要来讲，大大来讲，哎呦，大大耳朵不见了呢哈。哎呦，九总裁，你有什么心得要讲吗？啊，哎呦哎呦，哎呀，好棒好棒，好棒好棒，嗯，抱抱，来来抱抱，妈妈抱抱，快点，妈妈抱抱，哎呦，哎呀，好棒好棒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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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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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辛苦辛苦，大大辛苦，快快去吃饭吃饭吃饭，快点。